我爱受办法，好我让天甲这接落去。我袂当予伊巴肚内底个囡仔做给我甲床个。小平，那是你啊？我才要问你啊，你哪会用走来？佮讲要甲王阳婷见面啊？你心内有数，王阳婷一看到你，伊就会计可怜，甲所有证人拢杀甲里里哩。啊，不过我就无共啊。我对付这种想要脱罪的人真有经验，而且我嘛相信王亚婷唔敢在我面头前演戏。我就讲过啊，我一定赶紧结案的。敢讲到这卖，你敢唔相信我？我唔是唔相信你，我是唔相信王亚婷。听我提示。喂，爸。你放心，你要我提给亚婷吃的维他命，我等一下就会提给伊啊。敢阁有其他代志？好了好了，我知影，你要好好休困，别阁这样烦恼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安尼啦。好了，既然你不爱我，干嘛在这边？那你就准住耍。我在外口等你，唔通跟我阿婷讲上久，我阁要带你去见阮爸。好了，我请你叫出来。成恩，阿母是讲有迄公社辩护人要来见我，那是你来？哦。公司辩护人临时有一件代志，我得来啊，所以我才会赶紧送物件来给你。你送啥要来给我？恁妈甲阮爸拢真烦恼你的身体，惊你伫个内底食袂好嘛，困袂去，惊你营养不良，所以爱我送维他命来给你吃。厝内面都已经发生这么侪代志啊，你搁在烦恼我？所以你就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莫让大家烦恼。这个案件，真紧就要结案，要开庭啊！你嘛要有心理准备。嗯，我知啦，一切都拢交乎你啊。啊，爸的身体状况安怎啊？伊的肝都……唉，其实啊，我这样赶紧想要结案，就是为着爸。啊，爸是安怎啦？爸讲，伊要看到你平安无代志，伊才愿意动手术。所以为着伊，我等你研究看卖要安怎做才好啊。你放心啊，我袂让你甲咱宝宝受委屈的。怎么？这阵仔你辛苦啊！一边是我的案件，一边是爸的病情。我如果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都爱好好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呢。我的，你家己嘛是啊。你内面一定要好好食饭，卖受过烦恼啊。你放心，你有电话叫你出来。我在。那呢，我先来去报应了。